同学就是会希望把这个地方重新再做过，比如说那个，B clear 好了，假设这个 B clear 这个后面怎么做出来的？假设说，我要全部重做，可以啊，还记得吗？点什么呢？点 set 对不对哈？set O 大写的 O 哦，on click listen 的对，enter 一下，这边先打一个 new 一个什么呢？你可以在那个 view 上面或者 button 上面打一个 view 好了，OK，点。然后呢，就是后面这一串呢、啊，或者用复制也可以，或者你打一个 O 大写的 O，O N，好、哦，它会出现什么 ？On click 有没有 listen 呢？出现了对不对哈、哦？再 enter 一下，然后呢，再一个大刮胡，好、哦、OK，然后游标移到这边，因为呢有大刮胡没有实作，所以呢移到中间会怎么样 ？Alt 加 Enter。Implement method 就是说自动会帮我把 onclick 的这个方法自动实作完毕。OK 好，实作完毕之后的话，这个有没有错误呢？就消失了，会自动帮你实作这个。这个是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了，只是说要做做看啊，做熟了，反正就会出来。如果像刚刚同学是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地方卡住了啊，就会有一点点不太顺畅做熟了，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希望能够把那个最后一个字消掉，最后一个字就是按下它，它把原来的字里面的最后一个字剪掉。OK 哈、哦，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啊？刚刚是有同学问到另外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旁边这个东西没有出现的话，比如说切到这边啊，这个没出现，其实就是旁边不是有机关有没有按下去啊？这个叫 preview。是连那一个都不见。旁边那一这个都不见了，那请注意如果你画面全部不见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请注意看它叫什么？是不是叫 restore default layout？ 这个跟 Eclipse 好像差不多啊。Eclipse 里面也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也是 reset reset view 还是什么的，它就是把你的画面重新恢复回来。OK。所以这个你现在跟他相处习惯久了，会慢慢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了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好 ，OK， 就你把它 restore 一下。另外刚刚那个我们预设是 enjoy 啦，所以刚刚我找不到那个我们原来的东西，预设是 enjoy。那如果你要找那个 R 在哪里其实在这边叫 project file 里面的话呢，在这里面就有一个 debug R 有没有？那里面的话呢就会出现有一个 R 的一个大的类比那个物件我印象中好像是放在这边吧，点开来就一个 R， 这个 R 特别重要，它就是一个内部的登录档，你把它点开来，里面就会有一个登录，比如说哪一个 ID， 它是连接到哪一个编号，不过这个都是自动产生的，请没有事不要去开它，也不要去动它，因为你随便一动，那可能你原来的东西就坏掉了。那也没办法挽救，因为那个是自动登录档，所以其实我跟你讲一下，就跟各位讲一下，有这个东西，如果以后呢，像常常有同学那个 R 没有出现的话，像上礼拜好像也有了，这个可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有时候其实可能的问题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你放在中文的目录里面要不然就是可能其他原因吧，不知名原因。OK 哈，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把刚刚的部分完成哈，一样切到那个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程式还蛮长的，你就把这个底下的这部分就是实作部分建立事件有没有？一直到底下，总共会有十，一直到 clear 哈，记得不要选错就是因为我们最下面会留一个这个。大刮胡，你就把上面的部分复制贴下来，那就完成这13段啊。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面有一个，就是说，如何去实作那个什么？当我怎么样呢？要怎么样把那个最后面那个按钮按下去，它可以做清除动作。但是清除之后如果说它剩下什么5个字的你可不可以再清除？不行。如果剩下5个字，有没有电话号码冒号？那如果你再清除，变成你会清除到原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个 substring， 所以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其实就是这里啦，基本上前面的东西是一样，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把原来
放在 test view 里面的东西先 get 回来哦，有没有？第一个，这个这一行是一样，把它 get 回来之后，再来特别注意哦。如果说要把最后一个字清除的话，我们可以利用 set test 里面哦，特别注意哦，可以用那个 s， 因为抓到那个字串里面，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substring， 好、哦，所以点有没有？你这边会出现一个 substring。那这个 substring 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切割字串。哦 ，substring， 那 substring 的话呢，他会跟你问你说，哎，你的头跟尾要给我，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去切，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substring 哈、哦，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的开头在第零个，也就是因为阵列哦，字串是一个阵列的模拟，是从第零个到哪一个呢？到 s 的总长度，所以这边的话会再利用那个有一个。字串哦，就是字串类别里面的一个 lex 减一就可以了，所以把最后一个减掉啊。但是特别注意，外面有包一个叙述，就是说，如果它的总长度哦，假如是大于5的时候，才进到底下的这个动作。如果不是，你就不要进去哦。如果你这个叙述没有的话，它会一直把什么呢？你这里面的字全部吃掉。可是吃掉没有到0个字的时候呢，那程式就会跳掉了。因为你不能再给他一个空的东西哦，这样变 test view 会坏掉哦。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最后哦，如何把最后这个地方给吃掉哦，然后呢留下5个字啦哦。那这个地方最后我想各位先试试看。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哦，后面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哦，最后面的话还有一个所谓的多国语系。那多国语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希望哦，我将来主要是什么？电话号码跟清楚这两个讯息。如果我是在那个英文环境跟简体环境，还有就是说日文环境跟韩文环境，哎，可以显示不同的那个东，就是说呢哈、哦，显示不同的那个画面出来的话，那该怎么做？那、啊、当然你可以从先切回到模拟器的 home 里面的话有个 menu。menu 里面的话哈，特别重要。现在这个环境是英文的啦，所以理论上应该要跳英文的讯息。可是呢，我们却跳的是中文讯息。那你可以从那个 menu 里面呢，有一个叫 setting system setting 哦 ，setting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找到那个有关 language 部分，有没有？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language 啊？这边有没有 language and input？ 那如果这是手机哈，假如说你把它切换成很多嘛哈。比如说切换成简体的、繁体的，或者日文、韩文、英文，假设这五个哈，那都可以做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好，我想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想这个之后哈，我们再来看好了。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那也就是说，会因为不同的语系，会给不同的这个显示的讯息，那该怎么做？基本上其实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调整的话，当然对于你将来这个 APP 在其他语系国，就是其他国家的那个使用者来说，应该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个，蛮有帮助。因为主要假设其他国家也会需要你的这个你的 APP 的功能的话，那当然哦，它安装之后，看到了，至少是看它看得懂的讯息吧，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好。